欢迎收看理想之家，给你介绍市面上最新最热门的房地产项目。想要在新的住宅区购买一间新的公寓不难，但是要在成熟住宅区找到一间新的公寓那就不容易。金文泰就有一栋全新的豪华公寓，那就是景泰门第。景泰门第是个荣获多个奖项的私人住宅，综合了公寓、排屋和独立式洋房，满足不同居民的生活需求。一部分的公寓是双钥匙单位，让多代同堂的家庭能有更多的交流和隐私空间。景泰门第有超过40万平方英尺的休闲设施和活动空间，包括大型沙滩式泳池，让家人好友共享欢乐时光。景泰门第就在金文泰市中心，周围有完善的休闲娱乐和购物餐饮设施，还有多间优质的学校，只需步行几分钟就能够到达地铁站或者是购物中心，非常方便。新加坡第二个中央商业区和西部工业区就在附近，居民可以方便快捷的上下班。预知更多详情，请上景泰门第网站查询。谢谢收看《理想之家》。